前在意大利的生活一切都还蛮顺利的。那 Latina 这个城市小小的，很单纯，所以在整个生活经验上，我觉得在这边生活都还蛮舒适的。意大利联赛是世界上最好的联赛之一，那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地方，参与训练，然后一起跟他们这么强的对手比赛，我觉得自己蛮幸运的。我们下个礼拜的对手是 Fendino， 然后是上个联赛赛季的第四名，但是他们今年有做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，那我相信我们这个队伍有很跟强队竞争的实力，所以我对我们队很有信心。那我们在场上见。